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18年 Lexus NX200，哦，黑色的，车子漂亮，然后有天窗的版本。NX200 是跨界休旅车，哦，中型的休旅车。这个车我们买到非常多台，哦，是我们蛮专业买卖的一个车型之一。哦，这边有门钥匙启闭车门锁。后座车门气氛，后座内装气氛，哦，整体的完整性也相当高。后座出风口，然后天窗。前座车门气氛，前座的座椅气氛，以前座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，我算是有在维护的物件。然后电尾门跟自动远光灯，跑9万，原厂保养，感应式车头灯、换挡快播键、音响快播键、车道偏移跟车、定速、感应式雨刷、iKey， 然后这边倒车影像。电热椅，然后驾驶模式的切换、电子刹车、手写面板，该有的配置都有。主要还有跟车跟车道偏移，跑9万原厂保养，里程保证，车子维持的非常不错。以9万公里的里程数来说，这是有在维护的物件。车子漂亮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